孙宁，试试这个。刘老师，我从来没有这样搭配过。那是在你认识我之前的事儿了。试试吧，肯定比你身上这套合适。你看多好看啊，这个。刘老师，您说这样配行吗？当然行了。你的优点呢是皮肤白，罩杯够。女人穿衣服呀，一定要懂得扬长避短，就可以了。来，试试这双鞋。行啊，刘老师，试一下。你的脚呢，优点是白，缺点是有点宽，所以现在要把缺点给遮住，把优点给露出来。你起来走走看。刘老师，我从来没穿过10公分以上的高跟鞋。高跟鞋是女人的生命，你必须得习惯。感觉怎么样？我都快不认识自己了，觉得有点不太习惯。有一句话你应该听过吧？恋爱中的女人都是最美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有爱情的滋润。因为不恋爱的女人啊，往往都疏于打扮。感觉到了吗？好像有好多人在看我们。在看你，回头率是最好的数据。你还是你，只不过是换了发型，换了衣服，回头率马上就不一样了。也就是说，我越是变得引人注目，陆阳越是会喜欢我。他原本应该就是有些喜欢你的，但是你要明白，让男人喜欢上一个女人很容易，但是让他爱上一个女人就没那么容易。好像是啊。明白这个，你就要知道，不要对陆阳太好。为什么？因为男人往往就不太重视对自己太好的女人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安排约会呢？今天天气还不错啊。嗯。你说想吃什么？吃辣的吧。孙宁。哇。他就是在追你的那个人吧？好像挺帅呀。他的车更帅。这部车我也没见过。不会吧？每次来接你都开不一样的车。这是人比人气死人啊，我连那个车轮胎都买不起啊。这身衣服不错，后边那哥们一直盯着你，要不要沉着点。丁先生，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吧。有什么不好啊？这部车一看就很贵，我不想让他以为我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。但我就是设计的，让他误会。不行。有什么不行？丁先生，对不起啊，我不跟你走了。我们走吧，我觉得还是坐地铁比较方便。